这小时到底还要用多久啊？我就在偏看，我已经偏用嘛，奇怪了。他口气不是这样子吧？这器材是轮流用，你在那边占用那么久。我用那刚刚好，好不好？到底要用多久啊？我看完这期我就用完了。你老婆该不会是零二吧？对呀、啊，今天特别请我老婆来陪我一起健身。听你这样问，该不会你也带老婆来了吧？我老婆，不要说你没看过，这七年前的神作《紫喵》，我老婆你有没有看过？有啊 ，K 样当然有。K 样你居然也看过？神作怎么可能不追呢？当然当然。那你有没有看过《Darling in the Franxx》啊？当然啦、啊，这个那么厉害的一部。哎呀，哇！那你有看过紫喵买酱油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我推荐你回去一定要看一下，就只有一话而已。行，回去马上看。走，我们去健身去。行啊，走。